这个风刺玫瑰确实不好弄啊。哎，等等，42000分哦，所有值129000，啊，差一点点到100亿。哇，这机器人挑战更麻烦。哇，这个要打机器人挑战，难度爆炸了，试试看吧。机器人挑战这个职业打可能不是太好打呀，我去。打了打了，自己掉下去了，我去！我应该换一个职业，这边这个挑战又带了火圈，他不好挑战这个。我们先打这个扩散毒素。这悲剧了，这个打的果然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决斗者快啊。哎，哇塞！或许你以为这样就没了，其实后面还有。完了，这过不去，吓不吓人？这真的离谱，我觉得这个是最离谱的。没有穿透的话，这边很难过。这也太容易崩了，这个。啊，这贼容易崩。毒素扩散难度是3级，哎，也没多好。如果拿个双倍伤害的话，应该会好过不少。双倍伤害，但好像不太容易出啊。谢谢飞翔的飞羽送的盛典办卡支持，谢谢谢谢啊！这之前没见过你啊，你应该是新来的朋友，谢谢你的办卡，谢谢。对呀，画风很休闲，但是难度爆炸。谢谢飞羽的办卡支持，六次命中额外伤害。法力满值释放法术造成25%的额外伤害。
暴击率加10%。来这个吧，带个这个会好打，好打一丢丢，不会好打太多。哎，怎么又被打了？疯了！如果给我来个双倍伤害会好很多。双倍伤害我可以拼。状态效果，燃烧状态。生命高于50%时，造成额10%的额外伤害。就这个吧。哇，他一开始就跳开，浪费我的技能。哇塞，戳两下掉那么多血吗？刚才是敌人打我，对我造成暴击了是不是？107三分之一，对啊，我不要 buff 了，每次要 buff 就麻烦，看 buff 太费劲了。我去，没注意。没注意，我去。哎呦我去，你跳得这么近，伤害太低了，打这前三个挺费劲的。来个双暴击伤害了40%。看看这怎么样吧。拿个这个就好。这确实打得快。哎呀，按错键了。哇塞，这个一下子直接没了。这上不去，来不及上。哇，我之前是用决斗纸打的，现在没有决斗纸，这太难打了，这个。
这两个屏幕直接把我齁死了，特别离谱，伤害150%，这个好，一旦被打直接就没了，如果再来给我来个再来个双倍伤害那就更牛逼了。暴击率都拿了，不拿不好打，这里太难打了，这边难度爆炸。哇，这射伤害，看这个双倍伤害的离不离谱，相当的离谱啊，大哥你这让我打吧，我去，哇，这无伤牛逼，这波150%伤害，120%还是150%，那把不是咒刀，不是咒刀，那个是加伤的，就是被打中一次就消失。哇，不过才拿 S 加，因为他用决心用了50点，伤害高就好打，这个游戏就是伤害高，在敌人秒掉你之前先把敌人秒掉。91000，离白银还有一段距离。机器人这个用这个挑战就不好挑了。极限挑战要用那个，要用这个，要换那个啥才可以？每新出一个职业，我都把他这个挑战都打一波。哎，我带的是光谱吧，没错吧？没错，灵柱光谱，44分钟，我去，我又超时了，回头剪辑一下，我老是忘记时间，我这边赚点钱啊。再把这个传送门二开了，我的职业是什么特效？被激动时变黑屏。这个玩的是很干脆利落，但是要把敌人杀掉还是很麻烦。想把敌人瞬间秒掉还是很难，还是得刮一下。怎么这个场景我都已经走好多次了，他不是随机的吗？怎么又出现又来了？哇，这个根本没法打，他站在这直接把这杵着了。啊，这可以打。哎，我被打是直接残血，这跳起来直接没了，
我被打了这直接就2/3的伤害。好，用这个挑战一下吧。1760能升个啥？升个血量1840，升个血量就加6点血量上限了。加点血吧。哎，只能这样了。好，我来调了这个。哎，为什么这个是银色的？加15黄金奖杯。这应该是一样的。现在挑战机器人。我这一打的平台就站不住啊。全给我死完。我就知道，死！这个很恶心，这我之前卡了好久。哇塞，这把要崩。刚放出来我就死了，这个真的，这个是真的难打，这个13，哎，搞错了，这11级这个我感觉比13级难打，要么就拿一个道具，拿个什么道具？25%的额外伤害。这个有点用啊，放了个技能话有点用。这没什么卵用，算了，不拿。干！我这平 A 能恢复多少蓝，我都没来注意。哎，没地方躲。哇塞。哎。被撞到是真的离谱啊。老是被他撞到。伤得特别难受。走你！
也过来啊。哇塞，哇塞，走你，哎呀，哇，太痛苦了。哇塞，落的地方刚好又是在敌人待的地方，这得需要一点运气。这碰撞伤害太难受了，你好死不死经常就撞敌人身上。怎么才打到这一个？那差点又被打。哎呦我去啊，这个追的太狠了。哇塞，一直都是他们打我，我都打不到他们。我用技能怎么也被打到了，完了，这波废了，太狠了。哇哈哈哈哈，这几只怪是真的真的真的勇，相当恐怖。就这个平台他打了打了就往下掉了，你看我这刺客只要一打他就往下掉了。被他打到，哇塞，咦，这都能撞到。哇塞，根本就没地方躲，哇去这个弹幕，哇真是服了。哇我一打这个地板又掉下去，我不能站在那平台上攻击，一攻击我就掉下去，那平台是真的恶心。
哎，这个平台机制是真的离谱。一打不就掉下去。哎呦我的天。撑不开吧。对啊，最高级伤疤要七周目才能打开。我去，大哥，你接的这么准吗？我去，真的离谱啊！你都没上来，你就攻击往下面攻击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预判吗？我去，他在下面，他都没过来，他就直接攻击了。我都不能理解，他为什么会提前在一个地方攻击？他平时都是追着过来，看到我才攻击的。很奇怪，这个特别容易卡关，但这个只要一打到黄金就可以不用再打了。我吹